现在呢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觉得内建的这个模型已经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，虽然我也准备很多，可是你还是觉得不够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来这里，请你进到我们的任务。你在刚刚在外面 OneNote 里面看到的，这是所谓的讯息而已，真正的内容在任务这边。好，在任务这边，你找到第三行，第三行有没有一个最下面这个？最佳模型好伙伴就是这个。好，第三堂你把这个打开，你就会看到，打开之后呢，会看到老师写的一篇文章。因为呢，使用 3D 它有另外一个软体叫 SketchUp， 它做的模型呢跟我们使用 3D 的相容性是最高的，好，最高的。而且这个也有线上免费的版本， SketchUp 以前是 Google 的，后来现在换别人的。好，你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3D Warehouse， 就是这里。好，你从这个地方把它按下去，就会进到这个线上的网站，线上网站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打关键字找，你用中文其实也可以找得到，但是呢相对比较少啊。如果你们那个中文不会打，打成英文的怎么办？会翻译吧，会啦齁。哎，所以比如说你看，哇，直接点下去就不用盖房子了嘛，就住海边了，对不对？你尽量不要找这种就是已经全部有的，你找那个单一个模型的。比如说像我们刚在这里也用了这一种，也用这种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放石头的？也有啊，你如果去那个像九族文化村啊，还是一些原住民的地方，用那个像石板那样，有没有石块的？所以请问一下，石头的英文怎么拼？ Stone，还是 rock， 都可以啦哈。你真的不知道的没关系， Google 一下也可以嘛哈。你们怎么 Google？ 啊， Google 翻译，还是你们都比较偷懒？石头的英文，哈哈，啊，这样也可以吗？ Stone 是一个，还有 rock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找看看啦，看你要找 Stone 还是 rock。 我一般都是找 rock 啦，我不知道 Stone如何哈。好，我找看看。哎， Stone 好像墙比较多一点，有没有？还有罗马柱啊，对不对？那哦，这里有，有没有这种？假设我要这个来当墙壁，你就按一下。好，那你可以先看看要不要在上面先看一下用 3D 的。如果你看不到没关系啦哈，我们反正知道了就按这边 download， 有没有？ download 就下载。第一次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要同意哦，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我们要下载哪一个版本？2018。还有没有？2019。你眼睛看哪里？来，我决定用这个工具，我挑两个人好不好？哎，指令任权，你什么时候改姓了？子林在哪里？哦，好，你觉得下载要选哪一个？啊，2018，好啊。然后那个任权呢？任权在哪里？你要选哪一个？你睁眼啊？你觉得要选哪一个？好。来，很显然这两位同学都没有答对。最下面那一个啦，我们这个又不是，我们的软体又不叫 SketchUp， 所以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跟他没有关系的那个才是有关系，好吗？ OK， 所以请你选最下面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选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啦。选好他就告诉你马上下载，有没有？下载了，来，请问下载之后放在哪里？资料夹。我知道放在资料夹，但是建议各位不要这样直接点这里，你点哪里？有没有旁边这里有个三角形？好，你就点这个三角形，是不是有个在资料夹中显示？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它在哪里了。一般预设都会放在这个下载这里啦。好，下载这里。那现在找到它之后，怎么放到里面来？你不用解压缩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看。我假设我要放到这边，你就先在这个上面这里
上面这里先按一下，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个蓝色的框框，表示待会你要放在这边。现在呢，我就进到这个家具咯。他不想听我的话，卡卡的。我让你上课。好，有回来了。你到家具这里，有没有一个叫插入家具？插入。哎，把它按一下。插入。对，现在呢，它的家具就是 3D 模型啦、啊。好，就是 3D 模型。那你现在是不是有看到它了？你可以按一下选择模型，去找刚刚那个位置。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找桌面有一个使用者。有没有看到下载？这样是不是找到了？好，但是呢，老师都用比较人性的。我刚刚是不是已经把它打开在这里了？所以按着它丢进来，这样有没有比较人性一点？没有哦。有没有石头就来了？没有。对不对？你就下一步，下一步，重点来了，在这里。如果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。假设你希望以后不要那么麻烦，不要每次都在汇入，你就把这里勾起来，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模型放到我们左边的那个目录里面去，下次就从这样丢出来就好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假设你要你就这样，如果不要没关系，然后它的大小哦，你就先继续完成。你看，我们家已经有了呢，有没有一个围墙石头在那边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丢到这边，看你要放哪里喽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有齁，所以你在网络上你就可以去找找看，像男生很多人喜欢车子啦，还是什么，我也有啊，车子我跟你讲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的，好吗？那个里面有车子，对啊，还有摩托车啊，还有什么车，还是你们要那个台中火车站也有，彰化火车站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好，就这边呢你可以找到很多，好吗？好、哦，可以找到很多，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给你玩看看哦，来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